舞台王者撑狂舞派乘胜自战拍续集，至之前日票房累计900万，小成本大成绩，唔知发哥话拉爆，前晚又有殿堂级别人物捧场，各位观众，舞台王者 A1 跨。一迟咗啦，但我起码我真系觉得我冇必要呢部戏。我因为我自己一个舞者，其实好感动。感动啊，不如马上行动。嚟紧佢哋开第三集，不如你呢个前辈都参与下啦。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可以俾一个机会我去客串下嘅，我都冇问题。我一定要支持，一定支持，系啊，我已经支持啦。我出埋发哥，哇！咁到时咪星光熠熠耀狂舞，不如揾埋新成嫂做情侣档啦。反正人哋都向演员之路进发噶啦。大前日今晚就喺台湾拍九把刀嘅新戏，玩制服有话，哇！电力惊人，大批工作人员全程服侍，升咗咧，真系脸色不同啊！